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布尔乔亚 Brescia 的D150 Brazilian Rosewood。那么这支琴呢，它是由主体巴西玫瑰木配置的 D 型吉他。布尔乔亚呢，作为北美的著名的手工琴之一，有着相当的口碑。那么我们这支琴呢，它的这个筒型呢，采用的是 Joanna 的 D 筒型，面板采用的是阿迪朗达克的云杉单板，音量呢采用的同样是阿迪朗达克的云杉，同时做了 X 的削切的处理。它的背侧板 Back and Sides 采用的是 Brazilian Rosewood 的巴西玫瑰，这是相当一块漂亮的巴西玫瑰，下面呈现着火焰的纹路，非常漂亮。那么琴颈呢，采用的是一体的 Mahogany 桃花心木的琴颈，在琴体的边缘，它的 purfling 也就是它的镶嵌呢，采用的是黑色的线条，它的 binding 薄边采用的是 cream 奶黄色，指板 fingerboard 和它的琴码 bridge 都是采用的乌木 ebony， 同时在我们的指板上面有钻石形状的母贝的镶嵌。那么琴头巴西玫瑰木的贴面上面有 Brescia， 也就是布尔乔亚的品牌 logo。 卷弦器呢，采用的是金色的开放式的旋钮，它的音孔花环 Rosette 采用的是母贝的线条结构，同时配以红灰色的护板，上弦枕 nut 和下弦枕 saddle 都是采用的骨质，上弦枕的宽度呢大约在44毫米左右，整个琴的有效弦长为645毫米左右，整支琴的重量中等。好了，最后让我们来听一下这支 Brescia D150 Brazilian 的声音吧。Thank you.